大家好，我是夜绿的冥魂环魔兽世界。好啦，那咱们就接着副本篇吧。就这样啦，这一集要打的是 M8 的幽浮。好啦，这里队伍介绍一下吧。克是367的时期，五十是352，我的 UI 应该又坏掉了吧？用观察看一下。352的，对，天赋有换，352的五 D 输出有365的刺杀贼跟364的直接起，那365的火法。就是王，要跳还是要？随便啦。鲜血食人妖是乌合之众，不要乌合之众了。放心。这么多人，我觉得我有一点钝，对，我有一点钝钝。放心，放心。对啦，帐幕有眼，放心。所以就算跳也要先把帐幕清掉。放心。放心。
顺。刚刚很钝呐、啊，对，刚刚还蛮钝的。输出还不错、啊，我打13000哎、欸，开心！哦、这锁喉流真的是变态。养，可以养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。不好意思，抱歉。放心，因为我的活体那个。对，我的活体直接把那一坨一口气炸了。放心。应该是吧。对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Holy shit， 那么远！我需要目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放心，我需要目标。
他站在毒上干嘛？然后死掉，他累个了吧？他应该是累个了，对。各位应该有看得出来，我有换新的玩法，稍微对有换一下，可是到底成果好？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放心。放心，放心。先找到目标。放心。放心。放心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这东西。Holy shit！ 他刚好冲锋，我的陨石就这样没打，什么都没打到。
你还没到啦，我。哦，他是说我人去查查你。说我能冲锋去查查，什么鬼去查查的？也灭吧。对啊。他应该是叫我去冲锋的时候去查查。去逛，对啊，都去逛猪那边打。我想说，嗯，叉叉什么叉叉？对啊，对，就是拉在，其实拉在中间还蛮硬的啦，就是在跑踩那个虫的时候，真的还蛮硬的。稍微靠墙一点，其实在跑的范围就会比较小一点。等等可以实行。
配新的打法，比较好一点。切肉！让腐败蔓延吧！还有人没到，你就开了，我丢！放心，
放心。放心，哇，突然好不习惯，因为很多金要按。行不行啊？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这种腐化行为。如果真的扩散到地面上，我们根本无法控制。有砸到啊，这样都砸到了，我刚以为我也没砸到。不赢过去哦，欸，好像会缺一只，不能闷棍啊。放心。生星球感染，放心。放心。先层级为最优先级。
解，火山。放心。放心。时间超过，不过咱们过了。虽然有太太帮忙争取，好了，开讲开讲。但是我们没办法囚禁古汉太久。空客，我们现在必须集合所有的人，从源头阻止腐化。好了，那这一集 M8 的优抚就先到这了。